大家看屏幕，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用户的添加。这个用户的添加呢，其实很简单，就添加一条记录，是不是？我们就向用户表插入一条记录。好，这就是我们的需求。现在我们开发，来怎么开发？我们刚才小结过了，这个过程是不是都总结过了？我现在就开始来做了啊。首先呢，来编写你的 user 点擦苗，是不是啊？其实这个名字我说了，这个名字是不正规的，将来我们是不是要改成它呀？对。那这里边怎么写呢？特别简单，因为这里边的单位是 statement， 你知道 statement 呢啊，正在改啥都行，所以说呢，它就提供了 MyBase 提供一些标签啊，现成的，这是添加用户，所以它就有一个什么呢 ？insert。好，现在看大家会变通不会啊？这个起个名 insert user 对吧？好 circle 语句先写出来再说，叫 insert。 写这个 circle 语句呢，我建议你在哪儿写，不要在这儿写。哎，你说这个我这个挺牛的，我就特别熟练，你建议你在这儿写完调试一下，把它拷过去，是不是啊？这样最好。 insert into user 里边是不是就 得有什么字段对吧？好 id，哎 ，ID 需要不需要呢？得看，如果说我用的 MySQL 它支持自增的话，那我这个是不是自增啊？所以说这里边它就不需要了，数据库给咱们做了，对吧？所以我这里边就直接写 username 是不是就可以 ？username， 哎 ，birthday， 然后性别 address， 是不是就完了？然后这里边是不是该写了？啊，这里边写是不是就这么写？这是几个四个是吧？我是不是就写好了？写好，把这个 circle 写完。当然，我们原来写 circle 的时候有个毛病，是不是就写分号，对吧？对，那我这里边呢，其实啊也可以写分号，但是我告诉你，分号 MyBases 是不允许的，它会解析不了。之前有个学生让我给他排一个错，说这个 circle 解析错误，我怎么看都没错。原来他那个东西啊，它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当时我说，哎。circle 没错呀，那我就一拉才知道由他了，是吧？好，那这里边要填什么呢？我刚刚讲过两个东西，井号大符号和逗号是吧？这我应该用哪个呀？都行。人家说有人说都行，其实都行啊，你也说对了，是都行没错。但是你如果用逗符号的话，它是不是原原本本的拼接进去了？如果我要插入 birthday， 我是不是应该怎么办呢？我得把字符串转成日期，是不是才插进去？好在 MyCycle 呢，它人家会给咱自动把字符串转日期，但是如果用 Oracle 就不行了。如果用 Oracle， 你必须把字符串转日期才能插进去，能理解吧？所以说我们为了方便，为了不管这种参数类型，我们是不是要用，是不是赞美符？那这里面几个赞美符？哎，四个，你把它写上去。好，但现在这里边是不是空的呀？空的是不是要接参数了？接参数，接什么参数呢？咱们这个参数输入参数是不是 parameter？ 那这个 parameter 我们说就是指定的输入参数的类型。那你说我们现在要指定一个输入参数类型，必须能够传进去它这四个信息，是不是？那你说我应该指定几个类型？应该是一二三四个类型吧。四个类型这也不靠谱啊！你想，我这么写，这不对，对不对？不科学。应该说，我们说这个 parameter， 它能够装载或者叫，哎对，能够包括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对不对？那么谁包括这些东西啊？是不是就 user？ 哎对。user 对象它包括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说这里边我就可以 parameter 来指定谁呢？指定 user， 哎，指定 user。 好，那这个 user 我就拷贝。好，大家来看了啊，这个我按照我的预期呢，我就把这个对象传进来了，因为这个对象包括这四个信息，很容易理解。现在就是要把这四个信息里边的 user 属性里边的 user 内部填到这里头，是不是？看好，我这么填，
是不是？然后我这么填。哎，有人说老师，那你这个有规律吗？你是不是马上想到是不是寻找规律啊？不是啊，你要注意，这个时候我们原来说它可以接收简单参数的时候，名字是不是随意啊？我们说现在这个井号大括号啊，它要接收就是这个字母符要接收 POGO 的数据，那么它怎么接收呢？我这里边它是啥意思？是不是 username？到底是这个 username 还是这里边的 username？对了，它呢要接收 POGO 的数据，它接收 POGO 里边的，也就是说它要解析出 POGO 的属性值，是不是啊？好，你们学过 Struts，哪个东西能够以这种对象导航图的这种方式来解析它的属性值？对，所以说呢，它就可以使用 OGNL 来解析出 POGO 的属性值，是不是？好，那我现在它的属性值不就 username？哎，所以说呢，这个叫 username，它就表示从我们说的 parameter type 中来获取 POGO 的属性值，没问题吧？那我现在问题就是，如果将来我回头会讲，我这里边又来了一个 user，什么 user 呢？又来了一个对象，是不是 user 套了一个 user？你说我想解析它这里头的东西咋解析？你们学过 OGNL，那很容易理解，我是不是就可以点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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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把那个属性点儿给它取到，是不是？没错，好。那到这儿呢，你应该又学了一招什么呢？就是，它是不是可以通过 OGNL 来解析出 POGO 的属性值啊？对，这是啊井号啊。那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不用井号，我用的是 dollar 符号，它能够以这种对象导航图的方式能够解析到属性吗？不能。错，它是可以的，它也可以。这能理解吧？好，你要不能不太靠不太对呀、啊？你想吧，你说这个 dollar 符号它的使用也太局限了，就能接个简单类型数据，是不是？不对啊，所以说它呢都能接受 POGO，也就是 dollar 符号和井号。好，那这个我就写好了呀，你看哈，这个是不是就三位符四个，正好从这里边接数据，然后把它插进去，对吧？没错，搞定。那你说我把这个写好之后，要不要这个 result 的 type 呀？你上边是不是有 result type 啊？这个不要了，不要了。好，我现在呢就把它复制到这儿。这是我们的，谁呀、啊？这个版本呢不太爽啊。好，那现在呢就开始来，哎，编码。编码的过程特别简单，因为我们有模板了，所以说大家要善于用模板代码。把它，哎，拷贝，好，然后这个就是 insert user，好，然后呢，这些是不是就可以干掉了？干掉了，然后呢，干掉我这里边应该是什么东西啊？点面向用户的接口 insert 有，对不对？那现在就开始往上写，这个是 test 点儿 insert user，那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用户数据啊？所以这就创建什么呢？创建插入的数据对象，那就是 user，new user，是这么干对吧？那我这里边就可以，哎，创建一个 set ID 不用了吧？好，那这个我们就创建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我的这个艺名叫什么名啊？哎，怎么说不能艳情啊？这啊，艳情，我这个东西，好，第五是吧？艳情啊！我这个起了名迟了，人家都把好名赞完了，我这真的不用它。好，这个地址在哪儿呢？
他搬家了，搬到河南郑州了，跟我一个位置啊。好，然后还有怎么，我再来一个出生日期吧。出生日期我为什么写这么多类型数据呢？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知道人家是可以把这种日期类型什么简单类型进行什么的，哎，转换的。怎么转？是不是 Java 类型转成 GDBC？ 是不是？对，所以说我就是随便造一个就行了，啊，这就行了。好，然后呢，你把它写到这里头填进去。还有一个对吧？还有一个性别啊，性别那就一啊，我们一般都是一男二女啊。好，就他了。好了。我把这个写完之后，大家找问题，我是不是就可以来提交了？可以来测试了，对不对？对不对？不对啊，不对啊！这里边要干嘛？需要提交什么事务？为什么？因为人家是不是没有设成自动提交呀？对，所以说这里边呢，我得干嘛？有人说老师，那你就设成自动提交多好呢？我们这儿是为了教学我才 commit 了，将来我们真正开发的时候和 Spring 整合之后呢，通过 Spring 管理我们的 mapper 那些类了，它就自动提交了，是不是？好，这个时候呢我就写好的这个程序。好，那这个程序写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测一下啊，来走一个，我们观察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 SQL 语句，因为井号是三位符，然后这是一堆参数啊，一堆参数。我们现在这个 SQL 呢可能很简单，将来你在企业当中用的时候呢它可能很复杂啊，它是你怎么去调试你这个 SQL 呢？我大家说一下，你把这个复制出来，注意听，复制到这儿，如果很长的情况下你是不是需要格式化一下？好，一般的这种开发工具它都有格式化，是不是格式化完了？格式化完了之后呢，你现在要把占位符里边要填东西了吧，你把这堆占位符是不是就应该把它复制过来，我依次的把它填到占位符里边来这么测试，是不是？对，所以说好多时候呢你碰到的这种 SQL 错误呢，你不知道是怎么错了，你就按照老师给你讲的，你把这个 SQL 呢复制到你的开发工具里边，然后把这个参数一个一个给它编上去，就这么调试。好，现在我们这个提交完了，我这个是不是就测试就大功告成了，测试成功了，是吗？不是，你是不是得验证一下，看一下，刷新一下，是不是就进去了？对，到这儿你才能说好，这个接口我写完了，插进去了，对不对？ OK， 好，那这个方法呢我就做完了。那这个我在这个里边就是这个我用的是一个隐色的 commit， 我就把这个数据插进去了。其实啊，大家在做第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些应用的场景需求，应该是有的。什么需求呢？它是不是没有返回值啊？而我需要的需求是，很有可能我在下边的代码当中需要获取什么呢？我这个对象的组件，也就是我要获取新插入记录的组件，能理解不能？你学 Hibernate 是不是有一个组件返回啊？对，所以说这里边呢，我们要解决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添加记录的组件返回。在 MyBetas 当中怎么返回组件呢？注意看啊，非常关键，我要通过这个东西来写 select key。 那这个 select key 里边有什么东西呢？我先看一下啊，有一个 key property， 还有一个叫做 order， 还有一个叫做它。比如说老师这是啥东西啊，我先给你说思路啊，先说一下思路，然后我再说那三个属性。你知道我们现在用的是不是一个自增组件呀？我们的思路是，先说我们的需求是 user 对象插入到数据库后，那么这个插入的这个组件，新记录的组件要干嘛呢？要设置到，要通过 user 对象要返回，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 user 来获取我们的组件值，对不对？也就是说在咱们这个程序这里边，在哪儿呢？在这儿。我要干嘛？或者不在这儿，我在这儿，我要打印一下。打印什么呢？打印组件。
这就是用户的 ID。 有人说，老师你这个需求是不是你自己造了，有这个需求吗？应该有吧，是吧？我如果是两个表关联的话，如果一个副表一个子表，我把副表插进去之后，我是不是要把这个外件插到我的子表当中，是不是这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了。那我这里边呢，我就 get 谁呢， ID， 对不对？好，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如果我不用这个 select key 呢，就是不用我现在要讲的这个东西要获取组件，它是获取不到的。那你可以看一下，我在这儿打一个断点，我在这儿打一个断点，然后呢你走，然后你把你的鼠标放到你这个 user 对象上边，你看它这个 ID 是不是零啊？比如说老师，这个零不就是值吗？是因为它是个 int 型，它默认是不是就是零啊？如果你用个 integer 是不是就是 null 了，对吧？对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时候它没有取到这个组件，就需要用我们现在的方法了。但是思路是什么呢？其实思路很简单啊，注意听了，解决的思路啊，怎么解决呢？我们可以通过，因为 MySQL 的自证组件，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叫做函数，什么函数呢？叫做 select， 是不是 select 呢？叫做 last insert ID， 这是不是一个函数 last？ 然后你看，我现在呢就来执行一下，是不是零？有人说老师，这并不是我们自证的组件呀。我说要通过这个函数干嘛呢？要获取刚插入的自增组件值。有人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是刚插入？我现在没有执行 insert， 你没发现吗？我就直接单独执行了一个 select， 是不是就没有？如果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把这个语句和 insert 放在一块儿去执行，它就能获取到。也就是说，获取刚刚插入的记录的自增组件值。那么这个怎么让它一块执行呢？特别简单，这么来干，你就在你的这里边呢这么写，是不是有一个 select key 啊？我就让它在 select key 里边了来执行。是不是？好，我把它执行完了之后呢，有人说老师， select key 是什么？ select key 呢就是用于进行组件的返回，但是这个里边它定义了什么呢？定义了获取组件值的 cycle， 什么时候执行呢？这需要大家思考。那我们来看，通过它获取刚插入记录的自增组件值，那么也就是说，在我们insert的语句执行后，你再去执行这么一个 select 的它。那这个时候呢就能获取到了，就能获取什么呢？自增的组件了。哎，那有人说老师，那你怎么能够控制它在这个语句执行之后呢？那我就可以通过它来控制了， order， 是不是？对不对？哎，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这个 order 是不是有俩，一个是 before 一个是 after， 对吧？我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应该是在什么，在它执行之后，对不对？那我这里边应该设成谁呀？对了， after， 那这个就是，哎，设置 select key 这个中 circle 执行的顺序。那这个顺序它是相对于谁来说了？对，它是相对于 insert 语句来说。好，那么还有，那我现在我的目标，注意听啊，一步一步来走。我的目标是把这个组件值最终设到 user 对象当中，通过这个 user 对象来获取，是不是？那我肯定是通设到这个 user 对象的一个属性里边了。那这个 key property， 哎，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将组件值要赋给哪个属性。那我这边说的哪个属性呢？是不是就是 ID 啊？哎，那你点开看一下，它就是 ID， 它这里边。那我现在呢，把这个属这个类型到底是什么类型呢？是不是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蕊刀的 type， 在这个蕊刀的 type 和我上面是不是名字是不是一样，意义也差不多，这个的意思也就是它的结果类型，它的结果类型是什么类型 ？int， 是不是就这个就写好了？这个就是我们说要组件返回，我们用了一个什么 select key， 哎，就这东西，注意这一点。好，那我现在把这个user mapper。就是 user 点参照，我们修改完了，现在程序不用写了，程序还是我现在这个程序，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测了？嗯，来，是不是就是36对吧？那这个浪子燕青，那么我们来可以瞧一下，是不是就是36对不对？因为我这连续插了好几个了，是吧？好。我这个组件返回，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了没有，我们是通过一个 select key 对吧，其实你现在脑子里边想的可能是老师你这东西如果我要不用 MySQL 的自增组件我该怎么玩，是不是这么意思？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学过 Oracle 了对吧，如果你要实现 Oracle 数据库的组件返回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那你想想呀 ，Oracle 有没有自生组件呀？有吗？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们说，哎 ，Oracle 没有自生组件，我们要使用什么呢？序列来完成这个组件的生成，是不是啊？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的实现思路和刚才呢有点不一样了啊，看好，也就是呢序列是怎么做的，我是不是 select 序列点 next 的 value 是不是就行了，如果我这个是 oracle 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序列名，然后点 next 那是咋写的，不是啊 value 是这么写吗，好像是啊，我就不太记了，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取出 oracle 的序列的那个值对吧，我们说这个值是在什么时候执行的，上边这个 last insert id 必须在 insert 之后执行，而我们现在要做通过序列取组件怎么做，我们应该是先查询序列得到组件，这个时候将组件赋值给谁呢，设置到你的 user 对象中，这个时候再将你的 user 对象插入数据库，是不是这么做？对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要写的时候怎么写啊？怎么写？我是这么写了，复制，然后我开始改了，我改成谁了 ？default， 我还是设置到这个 ID 里边是吧？那如果说这个 user 的 ID 是什么？是一个字符串的话？你是不是应该这儿改成 string 了，对不对？对，没错。现在还是 int， 那就不管它。我现在就开始什么呢？就 select 序列点 next 的 val， 是不是这么一个方法啊？应该是它。啊，没有点，是不是它？好，那这样的话，它这个是首先呢，在执行 insert 之前去执行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它。是不是取序列，哎，取出序列的值，这个序列应该是最大值对不对，好，然后呢将这个值设置到哪儿？设置到这个东西指定的属性当中，是不是、啊、设置到 user 对象的 ID 属性，那这样的话这儿是不是得改，你看我这儿写 ID 了吗，没有吧，所以说这儿的 ID 逗号，那我这儿哎，这是不是就是 ID？ 好了，这就是 Oracle 的，这就是 Oracle。回头你自己测一下。那有人说，老师，那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 Oracle 的也能做完了。如果说我 MySQL 不是自生组件，我还是使用的 MySQL 数据库，我该用什么组件呢？我们可以使用 MySQL 的什么呢 ？UUID 这种机制。
来干嘛？生成组件，用过没有？对，那这个 UUID 呢，其实它就挺好的啊。为什么？因为它生成的是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些小序列，是不是？对，那有啥好处呢？使用 UUID 的好处我说一下。好处就是将来不用考虑，如果说数据库合并或者说移植，你将你表里边的数据导到人家表了，你是不是就不用考虑组件重复的问题？如果你要是自增，是不是就很有可能重复？是不是？所以说你不用考虑我们说数据库移植。组件冲突问题，对不对？那你说我现在这个思路是啥思路？比葫芦画瓢啊，大家怎么做？这个是不是就取出一个 UUID？ 那好，我的思路很简单，跟 Oracle 差不多。哎，我先查询 UUID， 然后得到组件，然后设置到这里边，是不是？哎，那你说这个我再写一个，把它干掉。那这个就是 before 不用动吧，那这就是 UUID， 这是一个函数，对吧？好，没了吧？没了，这是不是一个序列？是不是？那这是一个字符串吧？是不是改成子顺？然后这里边是不是还是必须是子顺型？是不是？对，好了，是不是就完事了？好，所以说我们在讲这个插入的时候呢，你看好，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组件返回。我这里边呢，把这几种类方式呢都讲完了。回头呢，你在具体实际企业开发当中呢，指不定会用到哪种类型。那么老师给你讲过，回头呢你就可以直接用了啊。好，那到这儿，咱们这个插入是不是就做完了？哎，这用户的一个添加啊，用户的一个添加，讲完。